师要带他们出来了，我们现在小掌声小声一点好不好？好，不要吓到小朋友们。好了吗？可以出来了吗？赖老师，可以出来了吗？可以了吗？可以了哈，我们欢迎小班的小朋友，来欢迎小班的小朋友。好可爱哦，换了什么了？哇，换了衣服。原来是舞台妆太难换。小声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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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声。好了，准备，屁股翘高高。我们伊森妈妈上来跟他一起跳。伊森就是第一个表演，对不对？准备，趴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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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等一下。好，你快劝一下老师，你的。妈妈陪你。好，趴着趴着准备喽。好，这首歌是一个很可爱的英文童谣哈，它就是让小朋友在一个很自然的，尤其是英文歌，几乎是那种魔术魔幻般的东西。那小孩子很喜欢魔幻的东西，所以这首歌我们就用魔幻来代表，好不好？我们小声的鼓掌，你看那个台柱已经开始准备了，他已经很努力在那边准备趴着喽。好，准备喽。陈贵友先生，帮我甩一甩，拜托，帮我开一下，谢谢。好了，准备了没？准备好了没？好了。有没有想睡觉？周品瑞，有没有想睡觉？没有。有没有？没有。他说没有哦，所以你看多厉害。好，准备了。好，小声一点哦，叫观众不要这么大声，不要这么靠近。来，帮我甩开，甩开。好，准备喽。抽一张，这什么字？沙发。啊？
强哎！还有，这是什么字？告诉我，冰什么？哇，超级厉害！来，医生告诉我这什么字？好，没关系。医生，这什么字？这个什么字？这什么字？啊，没关系，他有一点不好意思。轩林，这什么字？轩林，告诉我这什么字？口什么？口什么？香糖。对，其实他们都会。好，掌声鼓励，好厉害呀、哦！谢谢。哇，好厉害！谢谢小班，我们谢谢麦老师，谢谢。好，是他们老师，好厉害！好，回去了，快点，回去，快去拿礼物，去拿礼物，轩林拿礼物了。哦，轩林，爸爸瑞爸爸，嗯，再一次，爸爸瑞爸爸，嗯，好，好，谢谢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接下来，所以妈妈，你们真的。